开始，首先先是这个画面，然后首先按一个这个键，然后输入密码，输入密码14330，然后再是 F10，然后初始化，初始化以后，然后改 FF01，改成11，然后再看一下 F4，F467。双电机的改成1000，单电机的话改成200，然后再输入 A，然后输入电机的名盘参数，然后这是它的电机同步，双电机同步的，然后这是它的核定功率，然后这是它的核定电压300巴，然后核定电流5.5，然后它的核定频率然后它的是核定转速是1500，然后再输入 B400，然后改成12，然后让电机转起来，然后按这个键，然后再按这个键，然后电机就转起来。这样就好了。